齐哥，你是？我，阿涛。啊，阿涛，大嘴涛啊！哦，是你啊！想起来了吗？没有。哎呀，咱们初中同学啊，天天一起玩，打篮球，我不投篮，全传给你，记得吗？传，阿涛，别动。 水能，马仔汤，快点揍你啊！哦，马仔汤是吧？对呀，老大，我一直仰慕着你呢。你看我这发型，这穿衣品味，全是根据你初中时的造型还原的呀。我呀，在复制你的人生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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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就是这样，这个他呢觉得我在这混得不错，还买了房，就说想来参观参观，说晚点过来坐会儿，叙叙旧。他主动提出的？我邀请的。阿奇，你该不会想让我们假装你的房客搞那种传统喜剧里的误会桥段吧？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也不反对。<笑> 你怎么不邀请你的老同学去你的公司参观一下呢？不是，关键这要是别人，我肯定实话实说。这厮是太崇拜我了，从小我就是他的偶像，我不能说是打破人家心中的幻想，对吧？啊，我懂了，就好像米老鼠也从不在小朋友面前摘下头套。那也不能把我家当迪士尼乐园吧？对，宋大哥说的对。宋大哥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您呢？ 出去随便找个地方玩一下子，回来杀猪我给您当牛做马，中不中？嗯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行，那我就帮你一回。哎，那我呢？我有牛马吗？宋大哥，不然把王小水也带着。你看，小水来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们感情总得升温吧？对吧？你不要总把那小水当外人嘛。嗯，行吧。 王小水，走，跟我玩去吧。哎呦，感谢宋四儿给我这次展现自己的机会，你们好好玩。这记住，升温了。谈的真好。你倒是展示呀，出来这么久了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还带我做这么不文明的事儿。是，这不第一次跟你出来吗？有点紧张，感觉自己就像那情窦初开的少女。 在约会，想说，又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我是不小心答应了跟你约会，但其实不怎么喜欢你的少年，想走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那你说呀，你别作呀。其实能去的地方很多。我王小水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各行各业都认识点。你提要求，我不相信得不到你的芳心。要求？我想想啊，好不容易出来一回，这活动要有意义，要有社交性，不能俗。酒吧、夜店什么的不行，要高端、风雅。还有，我年纪大了。 老大，哟，来了！哇，哎，你这龙袍什么牌子的？不记得了，进来吧。哎，你家可真大，就那么回事儿，好几趟呢。我还开了个龙虾店，家家龙虾，玩票当个服务员。老大，你可真厉害。对了，我还带了见面礼。
哟，还送了个球，老大，翻过来看。哦，哇，这个有心了啊！我也没准备什么东西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说什么呢，老大？以前每次开学，我不都得准备礼物孝敬你吗？这可是咱们天齐帮的头号帮规啊！有吗？我以前有这么坏吗？太有了，老大，你坏的帅，坏的有魅力，坏的让我这个小弟啊心服口服。行行行行，那个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。这个阿涛，你随便找个地方先坐下，好吧？好，我给你弄点茶啊。哎，阿涛，啊，咱们多长时间没见面了？4896天。 我都算着呢，从毕业那天咱们拍完毕业照，看着你离开学校的背影，到现在一共4896天，一切仿佛就在昨日啊。先喝水，谢谢老大的水。坐。哎，是啊，好久没见了，你怎么样？还凑合吧。 哎，老大，这个大脸是谁啊？不会是宋小青？你认识他？哎哎哎哎，等等等等，这就是你说的小金鞋。哎呀，这儿呢是咱们这片的象棋角，来的呢都是些棋坛老手。哎，那位看见没有？象棋神童刘俊辰，待会就让你和他下一把，铸就一段心跳回忆啊！现在谁还下棋？ 我连自走棋都不下，我跟那个小神童下象棋，这不你自己说的吗？要有意义、社交性、高端风雅，不刺激，干嘛浪费时间呀？你放心，这帮老手下的很快的，不耽误你啊。走走走，来来，哎，我陪你走。徒弟，哟，师傅来了，还带个新人啊？来，几个。 这下棋行不行？小新被我煞得片甲不留啊！这女徒弟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房东宋小青，宋三。小伙子，这盘残局我摆了2小时，你看看能不能破解？哈哈哈哈哈！他娘的！ 新人就是手气好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刘金成是个臭棋篓子。哎，我愿赌服输，你敢不敢让我半边的车马炮，我们真枪真刀的来一盘？哎，你就是点儿，别给这老凯子吓跑了。哎，干，真刀真枪，来来来来，你咋还坑人家老人家钱呢？ 钱还你，我赔你下免费下啊！我的天哪，我摆了这么多年的棋摊，还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老师。你有没有女朋友呢？没有。啥情况？不知道哎，我给他下俩里边，从来没下过退钱，这一退跟触发了什么隐藏剧情似的。喂，闺女啊，来一趟公园，我给你下个棋。 哎呦，小刘啊，你这不合适吧？为师陪你下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这种好事你怎么不先想着为师呢？我不是没考虑过你，但你这个人呢，不仅看重眼前的蝇头小利，还时不时抽老千欺负我老花眼。我实在不放心把我的家族企业交给你这样的女人。啥？你还有企业？不是，大爷，就我还没想谈恋爱呢。父亲，宋小千。 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，不过我知道他，就是看的那个小网剧，里面的事儿，说的就是你吧？哦，是啊，想不到这个你也关注了哈。那不是应该的吗，老大？你是我老大呀，你的博客、 QQ 空间、校内微博，我一个都没漏，就连你秒删的状态，我都截图存着呢。
你别这么说呀，老大，我一直仰慕着你，你就是我的榜样，我每天都必须要知道你的动向，你就是我的灯塔，指引我乘风破浪啊。 这我才买的，还有这，不是，你这仰慕人的方式有点变态了吧？不是老大，你在一个谁都能看得见的地方发文字和图片，不就是要分享给大家看的吗？我就算撞衫了，也不犯法吧？不是，是不犯法，但是。 那我现在的情况，你也很了解吗？不，自从3年前你去了北京，就渐渐的从我视野里消失了，也不怎么爱发朋友圈和微博了。不是，等等，你还有我朋友圈？以前装成妹子，加了您的撩妹专用小号，因为言语轻佻。 有幸加到了您的大号，哎，这有点太吓人了，怎么还？那你没收到过我给你发的图片什么的吧？何止啊，我还……哎，好了，哎呦，老大，您知道吗？咱们整整4896天没见了，这4896天。 4000天，我对你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了。父亲，父亲，给你介绍一下宋小琴，对吧？你别见怪，我女儿喜欢古风。不是大爷。 不是，这个问题，我还没有从上一段恋情里面走出来呢。你这是让前女友憋着马桶呢，总该跳出来了呀。不是大爷，王小水，大爷说一下，我心里还有佳佳呢。王水，王水，你啊，小伙子怎么样？你表个态呗。 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结婚吧？啥？你要向左靠一点，笑一笑，笑一笑。太快了，实在是太快了。离个闪婚呢，遥不得有。老人家，您别着急，你女儿我朋友都是奇人，所以这个闪婚呀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来，比个爱心。 你看看，他们两个幸福的样子，我们当家长的还能说什么呢？对我亲家，是呀，亲家，但是啊，他们俩的婚礼的事儿，还得好好合计一下。主要啊，我们家这个小水啊，家境极差，所以啊，这个彩礼我来，让小水啊入赘，嫁过来。嫁过来的意思是，从我家搬出来。 住进您家，那可不是嘛。婚房啊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你家小水啊，只要拎包入住就行了。<笑>好，那我们择日不如撞日，下午就把这个婚事给办了。不用，我让婚庆公司啊，半小时后全部搞定。<笑>好，新郎和新娘靠近，3、2、1，前站。 老大，你别觉得我变态啊！其实我不了解你的地方还有很多，比如说，你擦屁股是用几格纸，是左手还是右手，是从前还是从后？这些生活的小细节，我还想知道更多、更全面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不是早说了，老大。 你就是我的榜样，我一切要向你看齐。
我要复制你的人生啊！阿涛，我上个厕所。好啊，老大。 宋小姐，喂，阿奇，正巧我正要打给你呢。你现在有空帮我个忙吗？哎，我还正问你有没有空呢。那啥，王小水马上结婚了，半个小时之后就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公园啊，我们搞了一个草坪婚礼。啊？那个，你朋友愿不愿意？你把他一块带着。王小水无亲无故，我怕他被婆家欺负。啊？行啊，不跟你说了，我正忙着筹备呢，再见。哎，不是，我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这。 喂，喂，小姨，我阿奇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不能，忙着呢。别挂，别挂，别挂，别挂！小姨姐，你这不必须要帮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有个老同学，精神好像不太正常，现在在我家，我得找人确认一下他的情况。你自己同学你自己确认啊，找我干什么呀？我被人盯上了，不太方便。行行行，你别废话，把他基本信息发给我，我帮你查。谢谢，小姨姐。 老大，你动作太快了，我都没看清，你要不介意的话，再来一遍。下次啊。下次，也好。不，你说你要复制我的人生，怎么复制啊？老大，我还是别说了，说出来怕吓着你。 你都能假装成妹子撩我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说吧。那我说了啊。说。我现在不叫江涛，我叫杨天琪。这是我的身份证。 说出来怕吓着您吧。你这姓都改了，你爸同意吗？嗨，我催我妈离婚，改嫁了个姓杨的。啊，我还紧跟着你的步伐北上，进了电影圈。虽然我的水平没法和您比，但是我运气好。 我一出道就跟对了人，现在作为摄影师，已经有几部院线作品了。我再上个洗手间。好啊。喂。喂，小姨姐，还是我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查不到江涛这个人。 杨天琪，你查自己干嘛呀？这不脱裤子放屁吗？我裤子确实脱了，但我不是为了放屁，我是为了掩护我自己。行行行，我给你查，你回公司不给我个理由，我告你性骚扰。小水啊，金天琪，你就是我的人了，后悔吗？我永远都不会后悔。 虽然咱们结婚籍，但有些家规呢，还是要说好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，家里的钱呢，归我管。我对你也没有别的要求，就在家好好做家务，带孩子。那我不是成了黄脸婆了？你少给我顶嘴！ 挺热闹，到底是年轻人呢啊！好章法，可以啊！人在迷途，我不是武大郎，少年派的魔幻漂流。
杨天琪，你都跟这么多一线大导演合作过了，嗯？惭愧惭愧，老大，我只是个三摄，只能在片尾滚动字幕的时候出现。滚蛋！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天天欺负你，现在开始报复我？你今天来就是来故意嘲讽我是吧？老大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我没有觉得你欺负我呀，不是因为咱俩关系好，你才这样对我的吗？失去你音讯的这几年，我每天魂不守舍的，我就想象着你在剧组挥洒汗水的样子，然后我就努力工作，紧跟着你的步伐呀。老大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能够再次遇见，看见你还是这么的成功，你知道我会多开心吗？我下半辈子的目标有着落了。你别复制我了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现在是个失败者，我是个 loser， 我北漂混得一塌糊涂，这房子根本不是我的，是宋小青的，就这龙袍，他睡觉穿的，有他的名字，你看到没？我现在就是个米虫。我不信，杨天琪怎么可能失败呢？我就是失败了，我就是失败了，我就是失败了。我拍的电影一个都没有上，我现在在一个破公众号当小摄影。我不信。不信是吧？哎，你又要打我啊！你跟我走。你又打我，我才加过来一个小时不到，你出去喝了多少次酒，打了我多少套功夫？呸！我出去喝酒还不是为了工作，不工作难道你养我呀？你把你电话给我，我给我宋四打电话。喂喂，宋四，小水啊，想家了？这个日子我过不下去了，我要回娘家。才嫁过来一个小时，你就要回我家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？不是，宋四，你不知道，这个刘万寿是个武学奇才，他一招花腹掌打得我连功倍无比，他还有真气，破坏我的四经八脉，让我体态通红。哎呀，这个婚姻嘛，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，一点小矛盾，退一步忍一忍，就海阔天空了嘛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爷们儿被驯养去，至于吗？以前佳佳也老训你宋大哥，我不是也挺过来了吗？这可相信我，听话啊，以后你会感谢我的。亲家，是万寿这个不孝女欺负你家小水了？哎，没有，这个小水啊，在家里娇生惯养，哎，是该有人管管他。好好做个贤夫良妇。哎，亲家，万寿也真是的，我这就教训教训他。喂，父亲。万寿啊，你瞧你们楼上一刻不安宁，我是过来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现在呀，就是没个孩子，你跟小水要个孩子。就能拴住他，他就消停了。好的，父亲，我这就操办。别哭了，来与我造人。你干嘛？不要，不要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小水还挺害羞的啊。老大，你真的？对，我就是混得跟坨屎一样。什么？你还承认？你连自尊心都没了？不，我不允许杨天琪这么失败。你不配做杨天琪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抹杀你。你要杀了我？不，我杨天琪怎么会成为杀人犯呢？我要你跟我去派出所改名字，以后
后不管你叫江涛、杨涛叫什么无所谓，反正你不能叫杨天琪，因为这个名字属于我。我靠！凭什么？你不是要复制杨琪的人生吗？杨天琪不会让别人改名字，也不会去模仿任何人。那杨天琪应该怎么办？杨天琪会承认自己的失败，也会认可自己的成功。杨天琪就是杨天琪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可能根本就没有杨天琪，又或者，人人都是杨天琪？什么？谁都是杨天琪了？那也比当江涛好。江涛只能受欺负，江涛只能眼看着自己暗恋的女生被杨天琪抢走。只能把零花钱贡献出来给杨天琪买杂志，江涛只能心甘情愿的给杨天琪传球啊，懂吗？传球啊！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江涛，他们的作用就是给杨天琪传球。但是杨天琪没有忘记过江涛。明明就是不记得了。好，我杨天琪向江涛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也代表全世界所有的杨天琪，向全世界所有的江涛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但我只代表我个人想逃，接受你的道歉。我们去打球吧。将军，算了，亲家，没心思走了。万少，我想打篮球。给我好好在家待着，别出去抛头露面。是我想打篮球，没有征求你的意见。你敢？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不会再为了这段婚姻丧失自我。我要和你离婚。宋Sir，我……你别走啊，小水！我打你就是一时冲动，我会改的。小水，你再想想，这一小时夫妻百日恩呐。吴小水，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，你随时可以回娘家。如果你下定决心了，我这有你受欺负的证据，
你听。谢谢你送走，但是你记住，好的家人应该及时阻止家暴的发生，而不是在悲剧发生之后搜集证据。我去打篮球了，再见。别动，我也去。哟，阿奇，哎，你们也来了。哎，今天玩的怎么样？你怎么遍体鳞伤的？是生活呀。哦，是生活呀。你们好，我是江涛。Hello， 你好。我们快打球吧。好。啊，进。生活就像打篮球，要有替补。要有肢体碰撞，要有造犯规，还要有观众，比赛才足够精彩。